跨年三部曲活动啊，首部曲在台南北门金钗角送夕阳的活动，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从12月31号当天下午2点就开始，那里面有非常精彩的文创市集，彩绘研机，还有跟中华邮政特别合作的一个送缘分明信片的一个特别的缘分邮筒啊，然后另外我们还有晚上还有精彩的音乐演奏会，以及送夕阳之后的一个火舞的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这个经营厂商皇上企业公司也特别提供了彩绘的幸运的蛋哦，来提供给各位免费啊。那另外有彩绘研机的一个活动，都是非常经典非常特别的一些创意，然后加上一些我们的演业文化的东西进来。那另外我们这一次也特别在北门地区做了一个夜间光环境的营造，以幸福之光的一个方式来营造北门地区，让晚上有特别不同的风情，然后包括北门水晶教堂的一个七彩灯光的变化，以及我们附近都会布置一些玫瑰花灯海哦，都是非常漂亮。所以今年各位除了送夕阳之后，晚上会来体验不同的夜间的北门风情。那今年也特别呼吁大家能够尽量搭乘我们的北门到金钗角的水晶教堂到金钗角的一个接驳车哈，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能够很轻松愉快的来这边哈，除了送夕阳的愉悦外，能够来体验我们这里北门地区的非常好的一些渔乡的盐业的风光。比较特别是我们为了迎接明年106年的纪念到来，我们特别跟皇上企业公司，我们准备了一个由艺术家来绘制的彩盐金鸡哈活动，那我们现场可以开放报名100位的民众来一起来参与，然后能够把这个竞技的这个方式，用盐各种不同颜色100种颜色的这种盐来彩绘到一只金鸡哦，然后晚上夜间灯光亮起，我想这个是一起共同创作，会非常漂亮。霓虹的缤纷呢，我们一起来邀请几位贵宾一起上台来进行这个仪式。首先，我们来邀请我们处长，喂，徐处长。还有我们邀请到曾区长，表情啊，我们送夕阳赞不赞？赞！哇，希望我们今天齐聚在一起呢，可以把这送夕阳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哈，迎接新的今年哦，都非常的丰盛。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动作哈，好，倾倒一下，倾倒一下，对对对，准备好，往前还没有没有，我喊一二三的时候一起倒，一。金钗角送夕阳活动顺利成功，也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来年都非常的平安顺利。哇，你看这颜色很漂亮，对不对？好，要努力把它倒在我们的冰雕上，来显现出这12种颜色呢。好，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12种颜色。好，我们把它倒满就可以。哎，把盐呢，盐罐把它收起来，这样子哈。好。